冷飕飕，选举场子热乎乎，选战倒数计时，最新民调也出炉，马英九以39.5%小赢蔡英文39.1%，双英拉锯之外，第三势力宋楚瑜也稳住11%的支持度。这两边打负面选举，搞不好让这个选民一方面不摇开，一方面就往宋楚瑜这边走。民调中心分析，蓝绿打乌贼战有利亲民党选情，不但宋楚瑜稳住10%的支持度，亲民党政党票也跨过5%的门槛，主帅开始操作弃保效应。只要宋楚瑜拿到5%的话，马英九就已经落选了。他即使是做假民调，宋楚瑜也不止5%嘛，对不对？既然那个人已经落选，赶快把票转过来。呼吁选民集中选票，别相信蓝营做的5%假民调，因为就连网络投票统计，宋楚瑜支持度同样高过10%。未来事件交易所最新交易值，宋楚瑜也有7.4%。而且亲民党在中彰投、桃竹苗、花东一带对蓝营都具有威胁性。宋如果在这三个地方，后来真的是开始有点瓦解的时候，那对马英九是很有利。宋楚瑜拔剑再起，能否在关键时机给国民党致命一击，就看弃保操作最后一刻的发酵成绩。三立新闻王彦均、白乔英台北采访报道。